高级出的水岸股都很难过。哎呦，看来我不用这只八风过给你看是不行哦。怎么可能？讨扣你，看我怎么打哈、哦。控制一下力道，左边这一只我们先把它处理掉，因为我有三只火的哦。好，玩特别一点的，其他玩就玩这样好了。我直接做全体攻击给你们看，不是不可行啊，只定一下应该比较好一点。水珠，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比赛，这比赛在消。我指定左边哦，就让单体攻击打左边那一只，目的是这样。哦，这样你就自己就好好自己保重哦。这种状况你就自己保重了。欸、因为我自己有把握，我的血量让他一级是打不死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扁了。但这时候会有20万的血量，所以你等一下打他会很舒服。20万的防御力啊，不是血量，啊多舒服，我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因为第一关会打很久。没有想到八风搭杂射队哦，什么马乱讲，还不到最后都还不能下定论，知道吗？看百姓的台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，没有看到 GG 的那一刹那都不算数啊。哇，这一关你就打得会有点辛苦了。欸，靠边啊，小将够不够火欸，我刚没看血量。这个算是今天的加码吧。做一个新叠珠啊！啊呵，哦，我刚才还没死，10000干杯赛啊！龙科，哎，龙科，跟你还亏了呀你。干不行，这时候开龙科，后面过不了哎、欸，应该可以的，跟他拼了。拼不是拼不死哦，是拼给他死哦。啊，他如果没有死，你就要心理准备了。他没死，他真的没死。问题有没有无鼠哎、欸？换枪鼠，浑身是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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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大混蛋，我要打混蛋。嗯，好，赌一下那个木珠啦，好不好？他们天降一下。那火柱硬灌是灌不过去了，灌过去了哦，水柱救了我，这样后面不好过，就是你只能善用手动卡牌发挥最大效益啊，这我已经逼到极限了，因为我刚第一局的时候那个没有分开干掉，那个就要自己救了，
哦，所以当看我的塔你没有看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难讲的一件事啊。你要看到最后，你才能知道，哎，什么叫做啊定生死哦。你总是会去常常会看到，哎，百姓为什么这样举，他还没死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有些时候，对不对？人生需要坚持的，做任何事都要坚持的，就像那个作者一样。哦，他自己出来，对，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哦。对，所以我们也是鼓励的态度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啦。哦，轻机的不要转全体哈、哦。杀不死又破不了防，竟然 R 四也很难，没错 ，R 四也很难，所以关键是 R 四。我刚才龙克已经开下去，所以 R 四才是关键哦。啊，等一下看我怎么打哈、哦。这时候哈、哦，要做一个天降给那个木珠哦。技巧，技巧，技巧。有没有看到天降？有没有看到做给他？有没有？然后上面就会就掉木了。对，虽然说他没有消掉了，嘿。十康宝啊，自己看一下啊、喔。一康宝，两康宝，三康宝，四康宝，一二三四，二四五康宝有没有哈？五康宝，六康宝，七康宝，八康宝。八康宝，八康宝，袂水。八康宝袂水。好、哦，我故意的，我故意的。一二三四五哈六，嗯，还是一样，你妈妈的干！要耍人不是这样耍的吧？干，有点被他嘟囔到了、欸。两康宝给我，谢谢。大概是这样的味道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说巴比伦呢？那为什么我没有打算试巴比伦？你说说呢？你说说呢？我用这队，我有我的道理啊。先干掉一只。因为我刚把龙哥开掉了、哦，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哦，所以现在就自食其力吧，各位。哦，集中火力在右边那一只哦，哇，我现在目前集中火力在右边那一只啊。哦，所以你要能够配，除了配你的队伍，还要配你的技能，还要配你的指定怪物哦。因为我现在全身的精力弄下来就是这一套了，知道吗？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漂亮，火龙，再见吧。就是这样、啊，就是要一点反应啊。所以我过关有时候过让你们有点出乎意料，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善用手中卡牌，不是在唬人的，我是讲正经的，因为我平常在讲讲在开玩笑，你不善用你的手中卡牌，基本上就危险就很大了。那这边可以做五颗，我就做五颗让它出来。我每个珠子在做的时候，我都去考量到哦，每个珠子在做的时候，就是让它天降啊，控天降、控叠珠啊什么之类的。啊，如果它断心，我就不要倒啊，因为它断心我就哭哭你啊。哦，这边就阿你吐鬼就对啊，哎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啦。哦，这个新珠我想要少消一康，可是这边有多这一颗哎、啊，多一颗就消掉吧，除非天连两颗都不愿意给我都不法躲啊。哦，可以看到，因为我是三火，所以这次可能可以的话考虑一下再换，就是我现在马上看这队我就知道问题在哪边了，他是三火，所以威力已经产生一个莫大的改变哦，让他完全是一个啊。无能为力的感觉哈、哦，
而且我木鼠没有克到哦，应该说我没有木珠啦，不是木鼠没克到，会不会断心呢？当然是不会啦，怎么会嘞？我八风王嘞，消整版断心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讲？这样断心太明显了，这样不好交代，不好交代。我故意做五颗哦，我让他再生一颗哦。有点不妙，星珠有点不太够，但因为我刚好做一个强化星，现在就怕星珠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不论你用任何队哦，哎，都有它的风险在哦，没有那个无敌队的。所以我说这个关卡设计要怎么设计？哎，他们一定有看啊，就是你把运气成分设计越重，有没有哈、哦，基本上就对，就妥妥了。我是说官方啊，他把运气成分设计重的话，你玩的时候就会很难玩。对，我用八风，你们觉得妥妥了？我相信你已经进关了啦，但至少这一关让你运气成分吃的比较少了。那我真的花了太多长的时间，我跟你讲，石头灌下去了，不用怀疑了。你要风头就是灌石头，嘿，要风头就灌石头。好、哦，这个有押韵的啊、哦。好、哦，这个光珠放左边，你看我每放一颗，每一颗都有它的要诀。我、哦、放这一颗，如果天降两颗光珠，漂亮，倍率上去。那个熊有点硬哈、哦，做五连珠哦。暗珠哦。哦，所以那只机龙王再换一只吧，这对你会打得更稳。有没有觉得我看我玩好像稳稳妥妥嘞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那就对了，有那就对了，那就可以进场了。哦，四颗哦，因为感觉星珠王不太够那个。这个火珠有没有把它换过去？这个都是小关键啊，但是我就是会用这种技巧。哎，基本上现在还有7500位的观众哦，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技巧哦。关过去，这样还过不了吗？这样是不是过了？这样是不是过了？对吧？可以进场了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因为我个人觉得八风还比我昨天用那一队更稳了。这段可以的话，我就顺便 po 上去给其他人参考了。因感觉好像大，目前看起来好像大家很多都是高级的问题。标题没改啊，标题没改啊，算了，没有，我上传的时候我会再改，谢谢，没覆盖哈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反正今天是休闲玩啦、啊、我今天就是想说跟大家上来一起玩个游戏这样而已。看那个怎么没有那个啊？树王要木玩具升华，有差哦。我先跟你讲，树王的那个没有解放，没有升华，那差很多、哦。你用旧的那妖女那一队，可能会玩到哭哭哦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敢下这么笃定的一句话？因为我试过啊，我试过啊。所以不要看我们平常玩游戏的话，玩得很轻松，干嘛什么的，你都吃了不知道多少石头试出来的，用石头去试的啦。哦啊，为什么我也不推荐用树网？因为树网的那个大一点斯卡摩顿那边你有得玩的，你要玩很久。如果一次断线你就再见了。要、啊、记得一下你的路径哦，请记得哦。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啊，看一下，不行，威力好像不够，没办法那个。我记得出则入境啊，哦，忘记也没关系哦，有观众提供的一个玩法哦，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啦，不过愿意分享才是重点。转出提示打开，我记得是这颗吧，应该是，嗯，看他叫我那样转，好吧，我们就照他讲了去转好了。他说这样转，我们就这样转，好不好？两combo，我靠！你叫我转这个会不会太妙了？刚才转出提示会不会太烂了？还是自己背一下好了，各位。好像也来得及，看你老师，还妈错还两combo，妈小啊！我攻击术只有水珠哎、欸，干要相信他吗？他妈的，干我现在有点怀疑他哎、欸，干我真的怀疑他哎、欸，这真的要信吗？这可以信吗？干我严格的质疑他，这你信吗？我严格的质疑他，我干嘛敢有两康不？给我水珠就可以了。我啦我啦我啦 ，K， 哦，好吧。